古籍是文化的承载，岁月的见证，经过千百年时光的磨砺，纸张破损在所难免，将这残破的古籍以旧换新不难，可若是要修旧如旧，却是个技术活。我手里这部书是明代的书，对我来说修复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那个一是保存条件不够好，没有达到恒温恒湿，所以它那个虚化了。在修复的过程中呢，就是一沾浆水，它就这个纸张呢就会卷起来，所以修复难度比较大。向记者介绍古籍病情的这位医生已年近花甲，他从20岁起便开始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如今已过去了40个年头。可每当他回忆起修复的第一本古籍时，内心仍然兴奋不已。我是1983年9月到84年的6月到上海图书馆学的古籍修复，修完回来以后呢，暂时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是1992年那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那个从那个1991年白石口双塔出土的那个佛经长卷和那个吉祥变口和本序的修复工作。当时呢，就是条件比较差，也工具也没有，书呢破损程度也比较大，当时历时了2个月修复完成了，当年就在那个宁夏博物馆展出了，我去看了，我不知道我当时修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完了以后我觉着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除去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古籍修复的道路是漫长而枯燥的，尹光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重复的，重复着慢工出细活，修书亦修心。我是从事古籍修复近40年了，我觉得这项工作对我来说，第一个，它能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其二，对我性格和知识的积累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种沉淀。中国现在约有5000万册古籍，而其中有近1/3需要修复，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传承和接续才是重中之重。尹光华不仅用自己的双手修复古籍，还带动了身边的同事。因为我明年就要退休了，古籍修复一项工作呢，我希望在我们馆来说还要传承下去，所以现在呢，我们馆有几位就是也喜欢古籍修复的同事，我们在一起研究古籍修复工作，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沉淀下来，耐得住寂寞，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